云溪屏风是至宝，它是天下第一封妖宝物。你是什么人啊？我是你画出来的狐仙啊。你们真是屏风里那三只狐狸？是的，主人。你们为什么要和我缔结主仆契约呢？开什么玩笑，你以为是本大王自愿的吗？你要干嘛？现在立刻把契约给我解除掉。可是我不知道契约怎么解除啊。只要你一死，灵犀屏风的契约自然就会解除。我要去参加画师大选，大选我只能女扮男装去参加。其实有我们在，你不用那么辛苦的。帮学姐姐姐拿第一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拿宫廷画师大选的第一名？我要进宫查清当年父亲的死因。郑雪景小姐，露出你的真面目。不好，出事了。你真是朕的女儿？我的人生都是假的，为什么要我这么多年都活在这样一个骗局里面？如果他们对你的感情都是真的，你又何必去在意那些血缘关系呢？我看你的样子好像是中毒了，把解药给我交出来。没有解药。这个药是从哪儿来的？一个老婆婆给我的。是你幽魂不散地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你究竟想要做什么？我要杀死每一个你爱的人，我要让你每天活在失去最爱之人的痛苦之中。只要是你所爱的人都会被我诅咒，这就是我对你的惩罚。玉言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喜欢我的人吗？你何不试着放下他？那你的那些过往，你的那些曾经，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吗？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你真的爱雪景吗？你真的爱他吗？我永远都不会爱你。你就是一个不敢正视自己过去的懦夫。我是懦夫，我做不到像你和白生那样说放下就放下，我做不到。我永远都不想再看到你。玉言其实本性并不坏，只是在人世间生活久了。他到底经历过些什么呀？我有一段记忆遗失了，不记得了。终于可以去见你。我亲眼看见你死掉，我亲眼看见他。没想到啊，玉言，原来你已经彻彻底底的不爱我了。放开他，玉言，你快走！你为什么要舍命救我？任何一个物种都有好有坏啊，妖怪里面也不一定都是坏的嘛。你现在还忘不掉他吗？忘掉那些不愉快的过往吧。我和郑雪景有没有可能曾经相识？只是那段经历正好处在我遗忘的那段记忆里。你喜欢的话就大胆地去喜欢，不要给自己套上一堆根本不存在的枷锁。你的世界只要有我在，就不会无依无靠。要是变老了，我就跟着你一起变老。那一天你死了，我就跟着你一起去死。这一百年来，我一直都在找你。我当初以为你死了，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。这一百年间，我失去了所有关于你的记忆。当我恢复记忆的时候，我已经爱上了其他人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你的爱没有一丝一毫的减弱，而你呢？你又是怎么对我的？不管袁涛他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不可以去伤害他。玉言，不管结局如何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这就足够了。